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知识型的 YouTuber， 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订阅人数都非常的高的，但是可能很多网民都不知道他们来自马来西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，我是陈学生。前阵子呢，网络上就有爆发这个手游事件嘛，就有很多网民就留言说，马来西亚都是一群没有素质的 YouTuber， 整天只会 prank 来 prank 去。对，其实呢，这些 prank 来 prank 去的 YouTuber 呢，是属于娱乐类的 YouTuber。我也不认同说把所有的娱乐类的 YouTuber 都标签为没有素质、没有营养啦。毕竟他们也是很用心的在拍片，只为了逗观众开心。而且很多的观众呢，之所以上 YouTube 呢，纯粹就是为了放松心情，并不是为了学东西。但是如果你是想学习的话呢，其实马来西亚也有很多知识型的 YouTuber， 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订阅人数都非常的高的。但是可能很多网民都不知道他们来自马来西亚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十个马来西亚的知识型 YouTuber。我是 Fashion Boy， 我不会飞，可是我很会掀飞。穿搭类 Fashion Boy MJ， 穿搭也是一种学问，如果你想要变得更时尚，关注 Fashion Boy 就对了。在他的频道里，他一人分饰两角，一个扮演喇喇吼，一个扮演时尚男孩。他用幽默的短句来教大家如何变得更时尚。你除了可以学习如何穿搭，还可以学习如何拍摄帅死人的装逼照。最厉害的是他还自创品牌，是一个多才多艺的 YouTuber。 理财类 Spark 亮，大家好，我是 Spark。 这句话你肯定有听过， Spark 亮张开亮是马来西亚知识型 YouTuber 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本地第一个教理财的 YouTuber。 不管是理财啊、投资、报税等， Spark 都会以简单易懂的方式来为你解释。 Spark 现在也成为了作者，推出了自己的书，也开办一些付费的理财课程。 Hello， 各位党旗校大师们，大家好啦。 Vlog 类景堂生活空间，Vlog 不只是能用来记录旅游，还能用来记录求学的过程。景堂是一个在北京清华大学念书的马来西亚人，他非常自律和勤劳。我订阅他的频道不是为了学习他的知识，而是佩服他的求学毅力。他拍摄很多在清华大学求学的 Vlog， 也不时会发布 Study with me 的直播影片。每次看完他的影片后，我都会自愧不如，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废材。嗨，大家，我是熬夜，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。成长类 Better Leaf 好叶。 Better Leaf 顾名思义就是更好的叶子，叶子是一棵大树重要的营养器官，大树就像是我们的生命，好的叶子会吸收好的养分，让整棵大树更加茁壮的成长。这个频道鼓励大家多学习知识，成为一片好叶。好叶的频道就像是一个图书馆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理财、交际沟通、心理学、实用知识等等，应有尽有。欢迎来到 U 频道，这期的节目阿康就来说说那些马来西亚著名的 Money Game 项目。时事类 U 频道， U 频道由景宏和阿康制作，他们分享的内容包括了以马来西亚为基础的深度历史、华人故事、时事探讨，还有各种品牌背后的故事等等。如果你喜欢马来西亚的历史和文化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频道。大家好，我是魔女嘉尔，今天要给大家解说的电影是新海诚2019年的新作。影片解说类魔女嘉尔，你喜欢看解说类影片吗？魔女嘉尔的频道就可能适合你了。和其他的电影解说频道不一样的是，他只解说动漫。魔女嘉尔突破100,000订阅的时候，曾经公开露脸，是个人美声甜的 YouTuber。 接下来的这三个频道有点相似，都是趣闻类的 YouTuber。 你好，我叫阿佑，今天我们为你带来了十个永远都无法被打败的角色。子鹅脑洞大开，你是否喜欢关于冷知识、外星人、灵异以及神秘的课题呢？脑洞大开像他频道的名字一样，为你介绍很多千奇百怪、想都想不到、让你脑洞大开的影片。他从来没有露脸，也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是一个低调又非常成功的 YouTuber。 今天五件小事为你带来五个被人类摧毁的美景。五件小事，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忙碌的观众，那五件小事就适合你了。只要给他5分钟，他就会为你介绍世界上5件有趣的事情。他曾经在几个影片公开露脸，是个帅哥 YouTuber 哦。
除了老吴，马来西亚还有一个老王频道，和前面两个频道类似，老王频道会为你带来各种冷知识还有趣味新闻。在这里你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的生物，还有让人大开眼界的奇人异事。老王也是到了近期才公开露脸，他露脸以后不少粉丝都称赞他非常的帅。我其实一直想要邀请老王来我的频道做客，但他说必须等到他的频道突破 500K 大关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在本频道看到老王，就赶快帮他订阅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斌彦。斌彦，郑斌彦，马来西亚男孩郑斌彦是马来西亚 YouTube 界里面的改编翻唱达人。他的频道不时会上传许多重新改词的流行歌曲，把时事写入歌词里面，常常会引起观众的共鸣。除了改编翻唱以外，他的频道也会有原创歌曲、时事讨论和教学类的影片。以上呢就是我们所整理的十大值得推荐的知识型 YouTuber。 那为什么我也会在十大里面呢？除了是因为我不要脸以外，也是为了提醒自己呢，一定要坚持做一些知识性的内容给大家。嗯，知识型的 YouTuber 呢其实并不容易，因为受众本来就比较少，所以频道的成长速度呢相对来说会来得比较慢。但是我相信其实只要用心经营，还是会有成功的一天。我自己其实最近也在经营着自己的频道，我在频道上会介绍一些过去的流行文化，一些过去的电影明星啊，还有电影等等。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希望可以来支持支持。是，那如果你有认识一些知识型的 YouTuber， 可是我们又没有提到的话，也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。那么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点赞、留言、分享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